我靠，这丫的要进塔了！那亏死我了！这管所应该一下子。捕牢笼女武神进塔了，大哥，女武神进塔一局白打，这个应该激活不到。啊，这啥也没奶到啊，这不。猪猪进塔，哎，再滚一下斩杀。他没有带滚木嘛，带了个蛇法，啥法术啊？一局没见他用过。哦，雪球，没怎么见他用过。哎呀，第一把用这个卡就好了，他这个把小费都给用掉了，所以这套卡没有用了。那他把毒药给用了，毒药雪球给用了，这套卡还可以，除非他玩地震的卡组，但也是没不，也不是没有可能，就玩这套。
他这不有火球啊？算了，就玩这个吧。这把肯定是牢笼，哪两个都不是太好。电豆子肯定没用。电豆子带个幽灵吧。带个樵夫吧，电豆子。刺客的卡，羊啊！我只要维护了，我靠呀！这也能被他砍一刀了，没下播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想下播？啊？可恶啊！这都被能被你看出来。这必须拿下呀！不然维护了，这个还得等个半小时一个小时。我也有这波，打他！哇，我丢个火球可能就破塔了，可惜啊，我这波怂了。我操！我在干啥呀？我怎么下到脸上不行嘛？下太远了，这猎人，这维护了开不了，应该直接下猎人解掉他。我怕吃火球，他应该丢不出来，肯定不想丢火球的。我肯定下猎人一枪把他打残，然后就可以进攻他。他地狱龙刚用过了。
不能直接下桥头了。不知道维护了个什么。的话我很喜欢啊，真是猪啊，快猪嘛，家居啊，我靠，三法术，那这应该算是个快猪。小骷髅往前走，哎，不行啊，这要被打血了呀。还好他没有直接下猪，这个手他比较亏。雪球丢多了，这把其实带女武神就很好打，这过牌稍微有点慢。
完了，被他震死了呀！这波。但是我靠，牛伯伯无敌了呀！下来放进塔、啊，欧亚输一局白打，哼，差点要输了。前期不该去丢那个雪球，主要 A O E 有点少，只有战神塔。